这个球出棒三游之间有力手，这个球安打安打，没有问题了，安打。这是在连续十一位打者无法上垒之后呢，终于有人上垒了。刘玉成敲出了游击方向非常深远的安打，现在攻占上一垒，这场比赛统一狮队的第二支的安打。嗯，内角球出棒很快。狮队看这边要不要换代打？今天先发捕手陈俊辉，两个打数也没有安打，也没什么表现。